大家好，我是双生。你吃饭了吗？我回重庆了。不是呀。我是真的。是呀，怎么了？我这里准备艺考了，没什么时间。他跟我回重庆了。怎么了？不可以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们俩什么关系？这可不能说。不说了，我俩看电影去了。